好不好？你看这家烤的还不错。干嘛？来帮我拿走。哎，搞哎搞什么？你怎么在这换衣服？老公，你快走啊你！哎，你是不是对我老公有想法，在这换衣服？什么？我干嘛对你老公有想法？我也有老公的好不好？只不过我老公有点小气而已。我每次穿的显示好看，他不让我出来，所以我到这里换一下衣服，你帮我看一下啊，帮我看一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骗你干什么？我老公比你老公可帅多了。谁说的？我老公明明很帅的。你这样的老公啊，就不要要了。你看我老公多乖，让走就走。哎呀，我老公那是怕我穿的好看显瘦，被人家拐跑了。你不知道这年头啊，娶个老婆可不便宜呢，十几万呢。哎，好像也是哈。嗯，那你老公还是对你挺好的啊。可是你老公他好像不怎么管你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？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而且我都180多斤了，这肚子大胯宽腿粗的也不好买衣服穿呀。哎，行，那我换好了，我走了。哎。你等一下，干嘛？其实我刚才都看到了，你肚子也不比我的小，你怎么这样一穿挺显瘦的哟？那当然了，是我这个裤子版型好啊，你看嘛，我都150了，怎么会没肚子呢？你看白花花的，是我这个裤子好，一拉起来啊，全部能遮平，还厉害大嘞！你看穿着都不紧不勒的。哎，这样子吧，啊，你要不脱下来让我试一下，我也想遮一下肚子。脱下来给你试啊，我都穿好了，怎么脱勒？再说了，我这个码你也不合适啊。哎。你多少斤来着？180呀。哦，我这包里刚好有个同款，我本来带给我闺蜜的，她刚好180跟你一样。嗯，你刚刚也帮了我，我就借你穿一下吧。行，那你帮我看着点人啊。好。哇塞，你还别说，美女，你这裤子好舒服，鹰头这么高，大肚子全部包起来了，而且加绒加厚的，还一点都不显臃肿。别看小，弹力还挺大的，又显腿长又显腿直啊。嗯，哇塞，我好喜欢哟，随便搭着小卫衣这样穿着，还看得出我有180斤吗？当然看不出啦，这样子啊，谁说40斤不止的？就像你知道我老公干嘛不让我出门了吧？哎呀，不懂了。嗯，哎，那你这条裤子在哪里买的，贵不贵？我还想去多买两条，换起穿来。不贵不贵的，点视频下方小黄车，这个加绒加厚的才几十块钱呢。啊，这么便宜啊？